没关系，带着不灭，哎，晕锤走。啊，他学的 E， 不是他学的 W， 那行了，我明白了。出招吧 ！E 开起来，晕，打不着，别别别，走呗，走呗。A， 升平 A， 跳上来 A， 再 A， 再 A，E 开起来，晕，锤。闪现跳 A 点炎，吃药，哎，炮车。这波卡米尔不交传送啊、哦，他带的点炎，我说的嘛，回家了。我差点钱怎么办？差点点钱呢，出不着吸血，挺难受啊。无所谓了，反正他打不死我们，这回溜了，钱够了。我们今天就尽量用那些扛他们的英雄。这不平 A 一下，好闪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不会上的。他点我，我也不会上的。这波我根本跟不上，我跟上了，我们要亏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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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兵，而且不一定能打得死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昨天369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惜。他是打野帮的多吧？跳上来锤，重锤开 E， 晕，耶，居然没晕到。跳上来吃药锤，重锤，可以塔下换这一波。让他打，他点炎啊、嗯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一波当他点炎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他有点炎，不过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，已经有点来不及了。算了吧，来吧。在他 E 的时候，我就 E 之前我就想到了他有点炎，我刚想跑，他给我 E 着了。来，控一波线儿。记着点，他带的点炎，别忘了。现在该我了，
不过像这种塔下死不会亏很多，最多也就亏300块钱，我又回来了，不会亏很多经验的。并且我们还卡了一波兵线，这波兵应该要清了啊，他马上上线了，我们不能扛着兵跟他打。还有谁？人呢？如果这么久没上线，应该是去赶赶去了，去中路赶赶去了。看招！刚才搁中路瞅着他了，直接跳回来重锤，锤，锤 E， 晕锤。锤吃药，重锤套点盐，跳上来死，要大我没用。打青钢影，除非他 E 的很快能把我们 E 给断了以外，没有任何技能能断得了我们 E。刚才青钢影大我了，那你们说他这个大到底是放没放？到底是放了还是没放呢？没想到吧，我又锤重锤晕重锤锤跳回来锤重锤闪现走，这跳弹我是怎么 A 着的？晕蓝枪啊哈啊！哪里来了个蓝枪？我右键点着跳弹了。不过蓝枪也交闪了，还行吧。10分30秒有鞋，看招！把他们也算上。算了，这边推了吧。推了塔下不好杀，算了。我去打个河蟹去。嗯，蟹没了。这已经是有点不出塔了，我这一看呢，你出不出塔到底？你到底出不出塔？你要回家，这波塔就没；他要不回家，这波他就死。
反正他怎么都亏。蓝枪敢把烟雾弹放了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呀、啊？嗯，这么个小玩呢，也敢过来守我的塔？金刚影马上来啊！我又回来了。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多变。吃狗屎去！我往中路走了啊！还有谁？走，回上路。好 K， 那努努一个技能都没有了，你觉得他能打得死那皎月吗？我觉得他打不死，他刚才 QW 一二全放了，那个努努只剩平 A， 我觉得他打不死。一看你们啊，这就是计算伤害不行，知道吗？再跟我打，锤锤重锤锤锤跳上来，闪现重锤，不要怂，跟青钢影打一定别拖，拖技能我们就输。干嘛呀？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没蓝了。红 buff 应该没了，这个红是努努的，我估计有个兄弟说让我吃红，刚才他身上有红吧，刚才身上有红那就是努努的红，那红应该就没了，那他刚才身上应该没红。干嘛呀这皎月，我们应该打峡谷先锋了，兄弟们。严阵以待。全是狂风之力，记着点啊，蓝枪，这个。卡莎全是狂风之力，你打吧，没事，我就在你旁边，他们两个过来抓我，我就杀俩。现在该我了，我说了他们两个过来我就杀俩。
为什么小驴人一个人敢过来呀？走位啊 ！ADC 闪现了，可以接受。来个什么装备呢？我觉得蟹手其实没什么用，我们不如来个巨鸠。巨型九头蛇，先把出木甲开就行。为什么我在上路打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家却没有人去打峡谷先锋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波往下走，看着这一波我没有眼，支援一下，跳上来回重锤，锤锤重锤，晕锤重锤，来给我往前追，就杀小驴人，往哪推呢？这血流的，跳回来锤，晕没晕到，溜一手，破级上，你能下去呀？那我下去。这一换一也不是很划算的。武切大师这攻速是真快呀，这英雄。被动无情连打。真装杯呀，这人呢，我都不知道他装什么杯。上波闪现交了，还敢在我面前装杯。还敢点我，我不办你吗，小伙子？来跳上来，晕两个锤蓝枪，锤重锤，往这边走，锤重锤，跳上来 A 差一点点给我拉起了，先把这青钢影给我杀了，漂亮！这小兵可以，下件装备我要出春哥，先来个大锁着甲。打个红去吧，这小黄毛需要红 buff 吗？算了，给他吧，吃药来，跟我过来，快点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你这什么走位？我跳眼重锤，开大招，锤锤重锤，晕锤锤，跳上来重锤，锤重锤，重锤锤锤重锤，接重锤，打大龙，永恩下边有个卡密尔，直接打，就剩个小驴人了，
这么多重锤，2000、2500、3000、3500、4000、4500、5000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差300。出招吧。嗯，这卡莎一个人在这带线儿，有点意思啊。这跑的也太快了。看招。这我不好跑了呀。我也不好跑了呀。跑得好快哦。啊，狂风之力420多移动速度。春哥钱够了，你们等我活再开，要不本来这奴主不用死，你知道吧，硬死，这属于先别打，你们没有一个人有大，除了老头，这你们都敢打，挡一会儿，那不给别人打呢吗？别打，没惩戒，那不给蓝枪打龙的吗？这哎呀，真是傻逼！把他们也换上，骂骂他们，真是傻逼。人家都没打你，着什么急呢？你是咋说也不听，哎不，我就要打，就倔就倔。出招吧！谢谢王大娘打小孩，还打字骂队友，我没骂他们啊，我骂他们了吗？我这叫陈述事实吧。我这是骂他们吗？这怎么还装上了？这还啊？我有老头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没有老头，老头没有大。往哪推呢？快走吧，活了。算上。
这波我们跳过来啊，要一波后。还跑，这能跑到哪里去？直接跳眼啊，重锤晕，锤锤重锤，锤锤跳锤，把中路拆了。算了，没兵线打大龙吧。没兵线打大龙，我真的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你说我都在那打字说了，我说别打，没惩戒，非得要打，打完以后龙让人抢了，你说这不是傻逼是啥？那你说还能用什么来形容？那你除了傻逼就是弱智，比这还难听。咱也不是骂他们，你说这就是，这是不陈述个事实？我也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我就开始骂人，我这是骂队友咋咋地的。都跟你说了，都你假如说你现在有个孩子啊，你现在有个孩子，你说孩子呀，这刀能切手，手一切啊就是就会出血就疼啊，就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会死，然后你孩子一刀把手剁了，你说是不是傻逼？跟他说了别拿那刀切手，别玩刀，哎，他跑去玩刀，然后啪给手剁了，打他一波，然后我们撤。呀，有点疼啊，我去吸点血。没事，可以继续压。他们家下路有兵线。来打我！打我！打我！我不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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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ADC 搁后边呢 ，ADC 贴后排了 ，ADC 上高地。大薛没给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卸手没触发，等卸手触发了还行。完了，永恩飞回去了，你咋办啊？推个血球子给他，我赌五毛，这努努打不死这个小绿人，他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往哪边跑了。你看，但有人要来帮他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，否则他永远也打不死这个小绿人。这还闪，气死！你像这波就不应该再打了，啊！杀完一个人赶紧走，不走这永恩就要死，后边没有人能帮得了他。但我们马上来了，先杀皎月，重锤杀卡莎，卡莎已经死了，不用管，那一个收刀就死。闪现跳晕，为什么呀？哎呀妈，金身，我先溜一手。
我们先把塔拆了，然后我们再把基地拆了。闪现跳晕，为什么跳着了没晕着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